大家好，我是小杜。苏联上世纪末期唯一一个可以与美军实力进行较量的国家，其最为巅峰的时刻当中一度超越了美军的实力，在海陆空三军的发展上面均极为看重。为了快速地将海军实力提升上来，苏联甚至有过一段时间进行了高达9艘航母的建造计划，但由于这种过度快速装备武器的情况影响，令该国的经济能力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同时也令武器的质量面临快速下滑的局面。因为有过追求装备速度而影响到了最终的性能，如此得不偿失的发展令苏联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曾经有一艘航母刚建造成功，仅下水7天的时间就出现了高达300条裂缝，如此之差的质量已经令其彻底无法使用，而此时投入到该航母研发当中的70亿也全部落空。如此结果的出现令曾经的强大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毕竟出现质量问题的航母不仅只有这一艘，随后相继发生了大量类似的质量问题，当时的苏联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将军事能力提升上来，大量的投入资金快速研发武器，但是却在性能上面过度忽略，最终导致整个武器均处于严重的质量问题当中。如此状态下的军事力量未增却出现反减的局面，但是苏联仍然如此发展下去，最终更是研发出了一款刚下水就直接报废的航母，此款航母就是莫斯科级。在其建造之前，苏联海军处于长久没有装备大型军舰的状态当中，如此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各方面均已处于生疏的状态中，但苏联并没有将此问题放在心上，反而是一心投入在了速度实现上面。由于过于抓紧时间进行生产，所以也未进行任何的前期测试以及问题排查。该航母从最初的建造到最终的服役仅用了4年时间，即便是现如今的技术水平上，航母也无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进行服役，可见当时的建造是何等的仓促。而苏联最终也因为过于仓促的建造而付出了代价，70亿对当时的苏联来讲不是小的经济损失，也令其他国了解到即使是处于军事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过于追求建造速度，不然数量再多的武器装备在性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浪费而已。如若在当时苏联没有这样的发展局面出现，或许就不用面临最终的解体了，大量的浪费却无法增加军事能力，只能令其越来越实力下滑，最终走向了解体的局面。感谢收看。